国家认同啊，我说这个像精神分裂一样。23号出席台湾肾脏医学会活动，副总统赖清德当时以精神分裂形容国民党国家认同。事隔3天后，赖清德马上道歉，脸书发文用词不慎，对精神疾病病友跟家属及长期致力于病友权益的团体们造成伤害，要诚挚的跟病患及家属们致上歉意。发言不当，应该及时修正调整。道歉贴文一出，牙医史书华大赞勇于道歉，当天也在场的立委邱泰源也留言。医界的大家庭的场合，所以我们一般会比较想要用医学的用词来做互相的沟通，所以真的也没有特别感受到有什么不妥的之处了哈。他马上立即第一时间致歉，我觉得他这是一个勇者的表现。还原当天状况，立委邱泰源帮解释，因应场合才会有类似发言。医师出身的立委林静怡也发声，倒是可以看到其他几位，比方说侯友宜市长，对于恩恩案，或者是相对的一些案子，他事实上态度上，我觉得他可以更积极。只是国民党立委在赖清德都为这个用词道歉了，还这样回应：前后的讲法差距这么大，自己不检讨。还攻击国民党的讲法，早就应该道歉。真的是所谓精神分裂，应该是他。赖清德才刚为失言风波向病友致歉，国民党立委建立欣喜，反亮另一起失言危机。三立新闻郭素文、廖敏君特报道。